牛勇士，挥舞出热情激斗。星期六晚先有马拉加对华拉悼念，皇马仍然落后巴塞八分，每仗都要倾力争胜，而巴塞被马体会追至同分，稍有差池随时榜首不保。星期六深夜，皇马对切尔达，尾场拉科对巴塞。星期日早场，基达菲对利云特。同日深夜，皇苏对马体会。星期一深夜，西维尔对马略卡。西甲最强激战，唯有 Now Sports。